大叔把女儿介绍给银行，小姐姐好像生气了，就生气了呀，小姐姐，这咋办啊？今天啊，来我们那个小姐姐家楼下等她。今天我打算带她一块去公园打会球，但是呢，我一直没跟她说，我也不知道她能不能同意啊。一会儿等她来了，我问问。啊，稍等一会儿，马上就出来了。啊，哎，好了，小姐姐来了。对，我们来接你嘛，今天准备想带你去个地方，不知道你们。哎呦我的妈！去公园打会球。对对对，因为我跟那个跟那帮大哥大爷们啊，已经都说好了，啊，行不行？是是是，今天有点热。去玩会儿吧。对，而且昨天晚上，昨天晚上去输液去了。对，想你的夜，确实比较想你的夜啊。那走吧，走走走走。走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是我跟你说的那个地儿，啊，进去看看吧。好，走走走。Hello， 叔来了。你好，哎，叔哥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啊，哎，你好，咱们今天玩会儿。行啊，没问题啊。一起打打。行，没问题。那你得多让我几个球。您定几个？七个怎么样？行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那我问你件事，多大？27。有女朋友没？没有，这是我朋友，这是我朋友，不是女朋友，不是。哦、oh! ，Ew you！ 我女儿，哎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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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要是能赢了我，我把我女儿介绍给你，你看怎么样？是这么狠啊？是吧？那行，那试试呗，试试。我先。行，就。这今天有点太狠了。小姐不会吃醋了吧？会儿啊，我请你吃好吃的去，行不行？那我现在跟那个叔叔啊一决高下去了，啊，你先玩会儿啊，好嘞。开球了，开球了，来，哎，没关系，我去。太厉害了啊！哇哇！哎，真棒！谢谢叔，谢谢叔。啊，说话算数啊！你们多联系。哎，叔啊叔啊，我这边一直有个喜欢的女孩了，哦，啊，完然后一直我没表白，就没敢啊，没敢，啊，应该，行，反正那我不管了，行，反正我说到做到，好，输了我就认，回头你们，行，好，那就这么着，好嘞，谢谢叔，哎，小雨我打完了，要不俩一块吃饭去吧？啊，我晚上跟我朋友约好了一块吃饭，你这也太突然了，这个。那你要走，那要不然我送你吧。没事，我自己去就行。我先走了，拜拜。这怎么这么突然啊？不是生气了呀，小姐姐，这咋办啊？